起立，请坐。各位哈、哦，咱第十六届哈、哦，啊，甲这个原住民第三届哈、哦，这个演习会的学员，大家高赞。Hi, gozaimasu. 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哦，安尼拢有啦哈、哦，大家拢知影哈、哦。啊，即摆真欢喜哈。哦，我真久无来呢，即摆第十六届呢哈、哦。啊，第一届啊，到即摆吼，十六届真无简单啦哈、哦。啊，佮今仔个天气袂歹哈，啊个风安尼微微啊吹哈。哦所以台湾的秋天吼、哦，确实气候真好，所以我真爱台湾的秋天，台湾的春天吼、哦。啊，台湾的热人，哇，确实真热呢吼，热到安尼你走无路吼。啊，我会记那第五届啊，第六届吼、哦，哦，我那上课了吼，规身躯湿落落安尼，哦，衫脱下准的拢。拢汗拢会滴出来吼，啊，较早阁无电风呢，即摆有诶袂歹吼，啊，阁有电风通吹吼，啊，但是吹了伤凉，有当时爱拄久啦吼，爱拄久去吼，啊，我即摆那像有两三届无来吼，主要我出国啦吼，出国去，会使讲去学习吼，啊，去游山玩水吼。啊，各位，因为昨甲即摆吼，拢伫桃园即个所在吼，检测一挂最新的消息吼，无啥知影吼。昨昏即个透早澳洲的时间吼，即个挪威有宣布即个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吼，三个女性。平均分配即个今年的即个和平奖吼，啊，即三个女性拢是非洲迄边的人啊呢，吼，啊，特别就是讲和平奖得奖的吼是女性，是查某的，吼，啊，即就是要鼓励吼咱查某人为着家己的人权，为着家己的土地出来咧打拼。哦，这个鼓励安尼吼，啊，这三位呢，拢是非洲迄角吼，一个是也门的人吼、哦，啊，一个是北非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真无简单哦，这个得奖的这个意义啦吼，因拢伫当地来领导因家己的人，哦，特别是那妇孺人，因的囡仔来争取因的人权吼。哦即含在座各位相共，咱台湾人吼，就是爱争取咱的人权。啊，咱的人权是啥物？就是要有一个国家，咱来建国啊，这就是咱的人权啦。哦，啊，咱来继续打拼，可能有一天，诶，咱其中内底可能有人嘛得到诺贝尔奖呢，吼，就是爱打拼，吼。这点就是讲，伊这个诺贝尔奖，予咱真大一个启示啦，吼。啊，搁刷来，无偌久以前，应该是这礼拜吼，一个美国人吼，这个是美国人，伊发明这个 Apple 的电脑吼，啊，搁发明这个 iPad、搁 iPad、啊搁这个 iPhone 吼，诶，这个人。叫做 Steve Jobs， 伊过身到56岁，真可惜哦吼！一个天才，伊的发明，全世界人拢咧用，吼、哦，确实是这个有真革命性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一个人的一生吼、哦，不一定爱食啊百里啦吼。即、哦、摆就是看一个人的一生。诶，这个过程中，伊对这个社会、对这个人类有啥物贡献、有啥物意义？我想这个较重要吼，毋是讲伊这个人生的长甲短，
哈，虽然伊活56岁，但是伊值得吼咱个纪念，咱个尊敬。所以虽然是56岁，真少年啦吼，现代标准来讲吼，啊，感觉真可惜啦吼，遮尼即个老的人啊，遮早来过身吼。啊，昨昏我去参加一个告别式。啊，这个告别式是台湾人，是西里人吼，分林西里人。咱在座唔知道有分林的人无吼？伊这西里人就是廖家吼，廖家的望族啦吼。啊，廖文业，各位唔知道有听到无？有捌听到廖文业这个名无？有会举手？吼，拢一挂在欧吉上、欧巴上了解吼。有的人较无了解廖文业吼，啊，廖文业确实讲嘛是咱这个啊台湾人的精英啦吼。伫1950年代，迄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时代，伊就觉醒啊。诶，廖家无简单呢，因这廖家分林西里望族吼，这个族摕到。伫美国的这个博士，4-5个人摕到博士。廖文的本身是美国化工博士，吼、哦，爱真早就感觉讲，台湾战后变安尼的时阵吼、哦，台湾应该是爱独立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鼓吹台湾来独立。结果呢，国民党无容允，就掠这些人。啊，掠到啥物呢？当然掠人，廖文业就走吼。廖文业是走去日本，啊，日本成立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后尾还佫成立这个台湾临时政府。啊，国民党要掠，哇，人伫日本要哪掠？掠伊亲戚50，因兄嫂，吼，因廖家的财产全没收，啊，因孙啊。就是廖文的兄哥的仔，叫做廖书和，哦，一张告别式安尼吼，伊活到90岁，啊，这个廖书和这个人，廖文的弟仔吼，啊，是讲孙啊吼，日本东京生，伫日本大学读一个文学的，啊，本身真爱音乐、美术、文学安尼吼。这么温顺温和的人，因为他认为说，台湾独立不对啊，哦，也参加这个台湾独立运动，结果呢，国民党这些人总抓，不然抓去，又给判死刑，一个说台湾独立的人判死刑，在现在的标准，你去总统府面头前，他还说台湾要独立吗？伊敢敢会咧掠？毋敢哦。所以经过40-50年，咱思想的演变哦，思想他甲咧讲啥物？无罪哦，这是无罪吼、哦。啊，伫迄个时代，伊都乌白甲咧掠，毋掠甲咧掠呢？你的财产甲咧没收呢？这是真酷刑的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被判无期徒刑，无被判死刑。啊，尾下个降落去无期徒刑，啊，主要是要逼日本的廖文业啊，转来投降。啊，廖文业，咱个想法嘛吼，咱家己的阿嫂、家己的亲人，拢掠去判死刑，财产拢没收啊。若换做你是廖文业，啊，你要转来无？你若无转来？你这亲家五十，有诶死刑诶，有诶无期徒刑诶，财产拢没收诶。你看这压力偌大，啊，所以为着亲情呢，廖文个嘴子夹咧，转来，啊，转来当然是委屈啦，非常委屈吼。一个临时政府，一个啊元首，吼啊，屈辱是。屈辱伫这个压力之下，转来个台湾，啊，当然是国民党吼、哦，表面上
安排给他做什么石门水库、哦、去管理这些水利有的没的啦、哦、其实他没什么决策权啦、啊、过最后也是物质过身、哦啊、廖书豪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阿舅有回来、啊、所以但这个无期徒刑给减刑啊了后给放出来吼、哦，啊放出来了后，伊嘛真低调吼，虽然人真有修养，真低调。啊，伊的一生就是安尼吼，啊伫昨个别说来结束。啊，这就是咱台湾人为着台湾来牺牲吼、哦、奉献的人，的结果点点。来离开咱台湾，啊，无几个人知影，连廖文业都无啥人知影，阁啥物人知影廖书豪，无咧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咱台湾人受着外来统治者、国民党啊，即个占领者的即个教育，伊要互咱袂记咱家己的历史，吼、哦，伊要将伊的历史灌互咱。啊，咱家己的历史啊，放我袂记，啊，就是情形变作安尼，所以廖书豪安尼点点来离开台湾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昨参加了真大一个感受啦吼，讲、哦、做一个台湾人确实吼，对家己的历史无了解吼、哦，啊嘛是真悲哀吼、哦。啊，即马刷咧就是讲啊，我出国。走去对呢，我是对团哈、哦，走去克罗埃西亚啦哈、哦。克罗埃西亚即嘛是叫做啊东南欧啦哈、哦，东南欧洲就对了哈、哦。有一个东欧，啊，伊这是伫东南的这个欧洲哈、哦，一个新的国家啦哈、哦。这个区域呢，二三十年来拢咧内战。拢拍来拍去哈，啊！伫最近，克罗埃西亚甲独立，变作一个国家，啊！即马咧申请加入即个欧盟哈，欧洲联盟安尼。啊，阮去参观即个国家一挂城市哈，非常水啦哈。伊即个国家咱知影意大利哈，那像一个。灯光鞋吼，一个灯光鞋，爱两边拢是海，啊是意大利北边这个海的对岸迄边，就是克罗埃西亚吼。啊，克罗埃西亚这个所在呢，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吼，差不多将近一千年。啊，所以一挂城市呢，就是罗马这人去建立的城市吼。啊，经过几千年，佮保留落来吼，啊，城市的建筑拢大部分拢石头啦吼，啊，所以我都保留遮久，啊，开遮水吼，啊，因为沿迄个海岸吼，啊，水也足清气吼，啊，所以变作一个即马观光的所在吼，伊无甚物工业吼，可爱是啊，整个的山呢，真像即个。台湾吼、哦，沿这海岸拢是山了对，但是伊个山呢，也无看到树啊，拢是迄个火山岩，拢石头啦，拢石头啊，所以伊要安怎，伊就是要靠观光业吼、哦，啊，因个城市几若千年就是安尼保留落来，啊，台湾呢，就是旧个拢拆了了吼。哦无保留这个历史的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咱感觉讲，啊，台湾都无历史咧，吼、哦，日本时代真水的建筑物拢拆袂了去啊，吼、哦。我知影这个宜兰的这个火车站，日本时代起的吼、哦，非常非常水的吼、哦，国民党来嘛，给拆掉，啊，起一间啊不成不熟的火车头，歹看要死。水的物件拆掉，啊，起一个歹的吼，啊，是安那变呢？啊，有人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你都有工程，都有人练吼、哦，都变作安尼吼，啊，就是讲，这个历史就是爱继续，啊，传承吼，传承吼，安尼接落去，这历史才接袂起来吼、哦，
啊，台湾就是无这个物件，啊，所以咱无法度形成一个国家意识，形成一个民族意识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到底你是台湾人，还是你是中国人？咱唔知影咧。我讲，哎、欸，我两行拢是咧，都乌白讲，那我两行拢是，你就是一行尔，无两行拢是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。国民党呢，一直要消灭你台湾人的意识，伊不爱你讲台湾人，啊，所以一直就是讲，你袂使讲中国哦，你爱讲大陆，啊，先要讲大陆，因为大你若讲大陆的时阵，就是承认台湾甲大陆是一家就对啦哈，啊，伊是大陆，啊，咱是台湾是一个国家。那是伊要甲咱洗脑，要甲咱扭曲咱的历史。但是咱应该清楚，唔是大陆，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叫做大陆啦吼。大陆是啥物？大陆英文就是 continent， 大陆，你对一个大陆，新大陆还是旧大陆？哦，所以大陆唔是一个国家，所以咱来讲中国，袂使哦，你去大陆佚佗，唔是啦，你。中国佚佗的是一个国家啦，吼，大陆唔是国家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即摆，阮等即个克罗埃西亚要入去罗马的时阵，吼，会无共国家咧，吼。啊，所以爱验一个你的旅行证件，吼。啊，咱即摆旅行证件，啊，就是一本车辆牌啊，哦，迄绿色的车辆牌对，我去到咧验嘛咧。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咧海关的人提起来，讲、哦、哎，后是个什么外国安尼吼，有一个表吼、哦，啊，伫遐对全世界国家，拢伫这个表伫遐对规波 ，ROC Republic of Casino 嘛唔是咧 ，Republic of Cash 嘛唔对咧，这都无国家咧。我尾仔看看，哎、欸，下加个有一个台湾。啊，表内底有台湾的吼，我安尼吼，安尼台湾会使，啊都入去。啊，好佳哉，我这本是有台湾的，啊，若无吼，是冻掉嘞吼。啊，你这本是啥物？我可以看无啊？这表内底都无啊。所以呢，咱一直拢相信讲 ，ROC 中华民国，伊后壁有一个国个吼，啊，讲伊是国家。唔是啦，伊是一个流氓政府，流氓政府唔是国家。那像达拉喇嘛流氓去印度，伊唔是国家啊，是流氓政府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点要清楚哈、哦。啊，所以阮入去罗马时，就因为有台湾，啊，台湾伫国际上嘛唔是国家，伊伫迄个 W。啊 ，TO 内底吼，世界这个贸易组织内底，伊就叫做独立关税区，哦，是独立关税区，伊毋是国家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伫这世界上，伊是一个区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这个台湾的名。啊 ，ROC 连这区域嘛无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阵，无中华民国的名，是用台湾的名。哦，所以这点清清楚，所以咱唔好去骗啊！吼，即马阿哥咧讲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伊唔是国家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尾啊，阮去意大利了，吼、哦，阮哥单独含一个朋友，啊，佮飞去伦敦，去伦敦住差不多两礼拜外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本身啊，早期呢，我是建筑的，吼、哦，我是建筑师。是生态建筑系吼，建筑师啊，建筑师退休了啊，我就改行就对了吼、啊。我即马是画家吼，啊，专门咧画油画啊，所以我特别去到伦敦吼，啊，主要要看伊个博物馆，伊个艺廊吼，啊，确实吼，啊，即、啊這个西方吼。啊因的这个美术，因的艺术，伫真早啦，哈，
伫十三世纪、十四世纪就开始啊，吼、哦。早期的咱捌听到达文西啦，吼、哦，米格朗基罗这些人，吼、哦，一直来，吼、哦，来到这个所谓这个印象派，吼、哦，咱较知影，吼、哦，印象派啊，尾后这个后期的印象派，吼、哦。啊，尾后个演变个有一个所谓的野兽派吼、哦，野兽派，啊，你又个变作啥物立体派吼、哦，啊，渐渐行入去所谓的现代主义派安尼吼，啊，遮个物件呢，吼、哦，伦敦真济吼，特别是即个伦敦的即个 National Gallery 吼、哦。伊一个国家的这个野馆，还是讲野龙哈？哦，这建筑物就不得了，非常非常大哈！哎、哦，啊，阁是安那呢？免费的咧，无收门票的呢。你安尼拢会当入面吼，全世界的人都是拢去遐，因为无门票啊，啊，所以伊真巧哈、哦，我都免收门票。但是呢，我这建筑物这么水，内底经营也有咖啡厅，有餐厅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世界各国来的人，啊，就是要看伊啊艺术品。啊，你一看到四五点钟，哎，你嘛爱啉一咖啡，你嘛食一点心吼、哦，啊，就是靠这收入吼、哦、来维持。我就感觉真无简单，伫这么那大的建筑物内底吼。哦买这个维持这个费用，诶不得了呢！哦，水电以外，啊，佮请一挂即个工作人员内底的人，哦，要维持这个无简单。我佮想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伫台湾呢，四界拢 BOT， 啊，啥物拢安尼包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包出去要创啊？钱啊！你要入去就是爱按门票啊，四界拢门票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是讲。这拢唔对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艺术品这个物件，就是要开放，唔免费的，予大家会当看，会当来受到教育，吼、哦，过去几千年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人是安怎咧画图，是安那咧演变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无形中，就受到这种教育啊，吼、哦，这是美术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美术教育。咱就是要教育家己的国民，啊，伊这毋是，是教育全世界的国民安尼吼。所以我是感觉真佩服啦吼、哦，英国这个国家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做到这个这点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咱遮的什么博物馆、什么馆吼，入去爱门票吼、哦，啊，有啦，伊有这老火啊票啦。呵呵台湾票哈，啊，但是你收门票，我是感觉都唔对啊哈。这个所在都是要教育群众，啊，有税金来负担这个费用，你不应该过去收钱哈。啊，这是意向啦哈。啊，讲啊遮哈，啊，我本身呢，啊，当然早期哈。我那是参加这个台独运动，哈、哦，我伫1962哈、哦，1962啊出国个咧哈，啊出国以前我是1959年哈、哦，这个成大建筑系毕业，啊特别毕业以前哈、哦，啊阮建筑系有迄、那个啊水彩课哈，画、哦、水彩。画油画、画素描这课吼，啊，我拢真有趣味吼，啊，水彩啊画了袂歹，油画也袂歹吼，啊，我一个水彩画老师吼、啊、是中国人吼、啊，姓马吼、啊，啊，这马英九共姓吼，姓马吼，啊，伊、啊、叫做马振辉啦吼，啊，人老了散散吼，啊，伊、啊、中国人来个台湾吼。啊啊，袂用骑脚踏车嘞，哈！啊，所以我就三不五时啊，个载去教我，哈！啊，台南的教我出去写生，哈！
啊，行我袂歹安尼吼。啊，尾啊，即、這个大学四年要毕业的时阵吼，伊摕一挂表要来我填呢吼。哎、欸，我讲这是啥物呢吼？伊讲这都是要加入国民党的吼。啊，你若加入国民党吼，你将来要出国，真方便吼。啊，将来要找头路，啊，真方便吼。啊，各方面拢足好个安尼吼。啊，我迄阵就是少年咧，啊，正直咧吼。我认为讲，加入国民党有遮尔啊好咧吼。啊，无加入个人，啊，无好咧吼。安尼唔对啊！我伫迄当时，我认为讲安尼唔对咧吼。是安尼有加入无好处，无加入就无好处，吼，安尼唔对。啊，所以我该拒绝吼，吼安尼唔好，啊，我不爱加入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呢，因为这个拒绝吼，和学校点香做记号，吼，啊，所以我毕业了呢。因为我伫建筑会内底哦，这个设计课真好吼，啊，所以系主任甲我讲，你若做兵了哈，啊，你转来系人吼，会使来做助教安尼吼，我讲哇，袂歹呢吼，迄当时六十年代、五十年代吼，啊，大学毕业头路真歹找，吼，含即马相共啊，头路真歹找啊。啊，所以我就真欢喜咧吼，哇，做兵了，阁有头路啊咧吼。啊，着做兵了，迄阵吼，阮做一年，那就一年甲两个月啦吼。有比公关了对啦。啊，做了后着等于学校咧吼，做助教。啊，两礼拜后呢，学校的教务处叫我去啊咧，着甲讲。你袂使来做助教，咱迄阵嘛唔敢问讲是安怎呢吼，连袂使呢，袂使安尼吼。啊，尾仔个知影讲啊，你本来拒绝加入国民党啊，你哪会使伫遮做助教安尼吼？啊，所以我就包我看看呢吼，就离开台南去到台北安尼吼。啊，迄阵当然迄阵无想遐济，即马。回想起来吼，一个国立的大学吼，一个小小的助教，要伫遐吃头路，你爱加入国民党吼？啊，咱个想看卖，你要伫迄个学校内底做一个讲师，做一个教授，做一个院长，做一个校长，啊，请问？讲你敢唔免加入国民党？你无加入国民党，这个位敢要乎你？啊，所以国立的这个大学，就是完全是国民党的系统啦。吼、哦，不管是北部也好，南部也好，当然私立学校较无这个限制，但是国立学校就是拢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就是经过这个学校的教育来控制你的思想。这是因一贯的这个做法啦吼，啊，我到台南做个袂当做，我就来北部咧吼，啊，北部才拄到迄当时中立吼，有一个中原，即卖叫做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吼，啊，有成立一个建筑会吼，啊，建筑会当成立咧欠人咧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去啊吼，去啊做助教。啊，迄当时办学校当然是愈省钱愈好啦吼！啊，办一个建筑会啊，上省啊，啊免实验室咧吼，啊拢毋免，至少就是讲爱有一个制图刀啊吼，你会当制图，会当做设计吼。啊，我伫遐做助教，校长兼讲经咧吼，我就讲奇怪咧，啊我助教爱。还佫佮人上课呢，我来去教透视吼，还佫教其他的课，普通做教是毋免去上课，啊，我来佫兼讲师安尼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我发觉讲，你建筑系啊要制图，无制图倒啊呢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学建筑的，啊，袂当制图啊，我来去找院长啊，
讲院长啊，你建筑系，你起码你嘛要制度倒啊，无学生啊是变哪制度？哦，伊讲安尼哦，安尼好，无你去烦恼安尼吼。啊，我着戆戆落去烦恼啊，我着设计吼，迄、那个制度倒啊要哪做吼、哦？有诶无诶？诶，迄当时设计了后，着搁去请人来做吼。诶、哦欸，啊，结果这厂商嘿买啊吼。哦我送一个红包要给我嘞，讲这叫做 commission 啦哈。我迄阵啊，唔知影什么叫做 commission 呢？想讲哎，摕这唔对嘞哈。啊，我都一个助教，啊，我做我应该做的代志，啊，不应该讲摕这物件哈。啊，从迄当时就是了解哈、啊，台湾就是这种风气哈、啊，啊，种四国拢有 commission 的人摕哈、啊。啊，我伫这个助教的期间哈。啊啊，就准备出国了哈，因为迄当时啊，所有的这个大学生哈，啊，会使讲伫这个台湾白色恐怖哈，196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啊，啊，大家精神啊真苦闷啊，毕业了无头路哈，啊，大家都拢要爱出国就对了哈，啊，佮拄拄好美国呢。伊工业呢开始发达，吼、哦、啊，真侪大工业、大企业，吼、哦、啊，透过这个税务的这个政策，吼、哦、啊，提供足侪奖金，予全世界的这个啊少年人、学生来申请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台湾就是因为迄个年代真侪奖金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侪大学生就请。所以我当时嘛请咧吼，啊，我请到三间学校，吼，啊，其中一间学校呢，啊，予我这个专业的这个奖学金。啊，什么叫做专业呢？就是讲所有的费用拢唔免，吼，啊，你的注册费用，你的宿舍费用，吼，啊，你的食饭费用，拢甲你出啦咧。哇、哦啊，这真好啊，吼、哦。当时伫台湾1960年代的经济真歹咧吼，无像即马吼，遮富裕吼、哦。哇，大家真欢喜啦，我嘛足欢喜的吼、哦。哇，但是问题是台北甲美国，行路袂到咧，吼、哦，收水嘛收袂到咧，啊，到底要哪去美国？你毋是坐船，就是坐飞机啊，啊，你要哪去？啊？坐飞机啊，机票啊，啊，机票啊，美金啊，啊，这要安怎？哇，阮老母啊，阮老爸啊，都烦恼啊咧吼。啊，今无简单请到奖学金，啊，即摆机票要安怎来？无机票啊，啊，阮老母啊，就啊好啊，都阮五兄弟啊咧吼。啊，我第一个请到咧吼，就我这个囡仔嘛爱好去美国一下吼。啊，就将伊个金手指拔拔落来，金耳钩拔拔落来，金破链都交互我咧吼。讲你即个摕去桥仔头，高雄个桥仔头吼，我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。伊讲你即摕去卖互恁阿舅，啊去换现金嘛咧吼。啊，所以就是由遮呢，啊去买机票啦吼。啊，当时个留学生呢？拢坐包机，吼、哦！即摆想讲，遐包机应该是有钱个，坐包机啊！你无钱坐啥包机？遐毋是啊！遐拢留学生，几台飞机拢留学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较俗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阮就是坐迄包机吼、哦，就飞去到迄个美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当时请个学校伫 Pittsburgh 吼、哦，伫即个美国个中。会使讲中北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学校叫做卡内基梅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迄阵读的时叫做卡内基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， 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卡内基理工学院，啊，尾仔变做大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知影有听到陈文成博士这个名无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卡内基梅伦大学的教授，吼、哦。啊，回来台湾，我国民党，吼、哦，这调查局掠去拍死，吼、哦，
就是迄间学校安尼吼。啊，我飞去的时阵呢，飞去西雅图，哦，我记录哩飞去西雅图吼。啊，西雅图迄当时拄拄啊，迄个叫做国际吼，博览会啦吼 ，World's Fair 吼，国际博览会。啊，我想讲，我学建筑的吼，啊，来看一个国际博览会。啊，各国的代表的这建筑作品吼、哦，拢伫内底安尼吼。啊，我着飞去西雅图。啊，要飞去西雅图以前呢，我伫中原大学做助教，我着去甲迄个教务长吼、哦、三思啦吼。啊，讲我要辞职吼，啊，要去美国读册安尼吼。啊，这个教务长是美国人，哦，爱着真热心呢。伊讲啊，你要去美国吼，啊，我给你写一张推荐函吼，啊，伊有一个朋友真好吼，伫西雅图安尼吼，你会使去找吼，啊，伊会使给你照顾安尼吼。哇，我真欢喜落地啊，递一张批呢吼，啊，西米路穿呢，就飞到美国啊吼。啊，迄阵少年囡仔戆戆呢吼，捌出国吼。所有的物件拢装伫一卡拖拉机啦，吼、哦！这拖拉机我要当时哦，册啦、啥物啊，拢装伫拖拉机咧，吼、哦！啊，伊这个美国朋友呢，咱知影美国的都市呢，中产阶级拢住伫郊外，吼、哦！每一个郊外拢一区一区，二市区吼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吼、哦！哇！喺即个土浪谷安尼，啊去坐巴士吼，啊找到郊外即个所在吼，啊找到即个住址，哇真欢喜啊吼！啊电铃就起，哇，啊拢无反应咧，找啥物起电铃吼，啊无人伫咧咧，我话即只惨嘛咧吼，啊我即个土浪谷无个海岛顿啊，啊海岛顿啊起来，啊要住底，住火车头还是安怎？我唔知影咧。啊，拄拄啊，一台车驶过，看一个亚洲的人吼、哦，伫遐咧共饲电铃吼、哦，伊阁哭倒转来，来甲我问讲，啊你是要找啥啊咧吼？我就甲伊讲，啊，我咧要找即间厝的主人啊咧吼。伊讲无啦，今仔是美国的 Labor Day 啦吼，劳动节啦吼，九月初拄啊美国的劳动节，是迄、那个。因的全国的迄个放假的日子吼，伊讲大家拢去度假啦吼，无人伫的。我即声话，即声面乌去啊，土去啊，到底安怎呢吼？伊讲啊，无紧无紧，你来度阮家安尼啦吼。我哇，即声阁拄着贵人呢吼，啊咱也无相捌的吼，第一摆见面尔，就叫我去度因家安尼吼。哇，都真感谢都，一声就给答应哦，赞啊好啊吼，啊就去因家啊，啊因家嘛，大家去度假，伊无去度假咧吼，啊房间几大堆吼，啊都一间房间我住呢吼，啊我当时出国呢，五打三啊吼，三比八呢，我一看讲哦，这个营养不良的一个囡仔吼，啊来到美国安尼吼。所以头一顿呢，伊就煎一个牛排呢，吼、哦、要请我呢，煎牛排，吼、哦、我一生嘛第一摆食牛排呢吼，我、哦、这牛排还佫袂细块呢吼，啊、哦、我就真欢喜佮切落呢，哇，夭寿啊，牛排佫血腮腮呢，啊，到底是要哪食呢哈？啊，人会好意呢吼、哦，一个查甫主人啊煎牛排要请你呢，吼、哦、我着。挂花落去，甲吞落来吼，啊嘛，甲讲爱死爱死吼，吼、哦、好食好食嘞吼。所以我真感谢啦吼、哦，美国人的这款好客的这个精神啦吼、哦。啊，尾啊，我就甲表达讲啊，我着来美国要读册吼、哦，啊，先来参观这个西雅图的博览会，啊，希望会当去博览会。伊讲无问题吼。哦啊，我著透早载你去博览会吼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下晡时看几点吼，伊、哦、来博览会门口，啊，甲载倒转去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伫遐住，我去住差不多四五天吼，拢住伫因家吼，啊，逐日拢啊载去博览会吼，
啊，就去参观遐博览会，吼、哦，这是这个经过经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博览会，当然世界各国的人拢有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的人，那博览会有一挂展览，你伫徛咧看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若要行过你的面头前，吼、哦。拢甲你讲 ，excuse me 哈、哦、啊，是嘞是嘞吼、哦，我甲你炸过安尼吼。我讲啊，这人嘛真有礼貌嘞吼，这人捌拄着咧炸过，即马伫台湾吼，伊甲你客过，甲你弄过，伊嘛无咧甲你回事嘞啊。你讲安怎？你要受害哦？就变做安尼吼，即款无同的文化吼。哦咱啊，互国民党教育啊，真无礼貌吼！啊，人就是即款文化呢吼。啊，尾啊，伫遐参观博览会了吼，啊，我来离开啊，啊来，但是啊，都去到 Pittsburgh 吼。哇，迄阵无了解讲美国新大陆是怎尼啊大嘞吼。伫美国去到 Pittsburgh， 我就讲台北到屏东火车坐嘞，甲上街。五六点钟、七八点钟，唔是咧吼。伊甲问讲，你要安那去 Pittsburgh？ 我是当想想讲，上俗的可能是坐古列汉巴士吼，坐巴士啊，较俗啊。我是讲要坐古列汉巴士，哇，伊就甲我害头咧。古列汉巴士伫西雅图坐到 Pittsburgh， 拜托你坐要几礼拜？伊讲坐飞机较紧啦，啊，迄阵就是吼，想要省钱呢吼，啊是想讲，坐巴士嘛袂歹呢，我先做沿途观光，看一下美国呢吼，啊，所以最后就决定坐这个国安巴士啦吼，啊，结果唔知我哦，夭寿啊，啊坐遐哩遐久啊呢，坐到尾要到五暝六日啊呢吼，坐到。到匹兹堡的时候，我嘴齿拢肿起来哈，因为你睏无好势，啊，食袂好势哈，因为伊即台巴士吼无停了，对啊，直直走哦，啊，可能有换巴士啦哈，换巴士换司机，但是你人客呢无停，直直走哈，啊，你就是暗时在车顶睏，啊，伊到站的时停，互你落来食饭、便所。啊了就继续走安尼吼。啊，迄阵第一摆出国，啊，英文嘛毋是讲足老个咧吼。食饭停食饭个时吼，哇，这 menu 吼 ，menu 嘛看无咧，伊菜单看无咧吼。啊，然后人排队咧吼，哎呀，头前食啥物来看我，啊，我著记者就对啦吼。menu 看无啊，头前食啥咱对食啥咧吼。啊，所以到尾去到匹兹堡吼，哇，真艰苦了，对啦，哦，所以这一段过程吼，啊，早期啊出国的过程吼，啊，这是1962年发生的代志吼，到即马嘛，啊个真久咧，1962到即马吼，啊，四五十年啊吼，啊，去到这个美国。第二年哈，啊，我就接到这个台湾青年的这个杂志，哦，这是日本东京哈啊出刊的这个宣传这个台湾爱独立的代志哈，啊，开始哈，了解台湾问题是安怎哈，啊，佮开始看一挂册哈。啊，比如讲这个 George Kerr 的《福摩沙笔吹》哈，这个笔触的台湾，哦，啊，佮了解讲啊，原来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的经过哈，啊，渐渐佮了解原来台湾的处境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，啊，所以我伫1963就加入迄个。台湾独立运动，吼，一直甲一个伫美国，吼，一个刺将的代志安尼，吼。啊，咱的时间也袂啦，吼，会使阁续嘞，吼。
啊，所以伫美国即款自由的气氛内底吼，你要看啥物册无限制吼，啊，你读过来咧想啥物啊无做吼，含台湾完全无共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情形之下，啊，当然咱认为讲啊，台湾应该是行独立吼的这条路吼，毋是受到中国的这个控制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参加这个独立运动吼。啊，一直到1963吼，啊，经过67年吼，1970年代，就是这个伫台湾。蒋经国迄当时是副院长吼，伊还阁毋是行政院长，伊是副院长吼。啊，迄当时当严家淦是总统的时候，我袂啥记吼。啊，伊就是因老爸吼，蒋介石甲安排讲，啊来美国访问吼，啊提悬伊的身份啦吼，啊将来准备将来要接班。要接蒋介石的班安尼吼，啊，当然全世界迄当时呢，啊，拢有独立运动的组织吼，伫美国、日本，吼，啊，即个南美洲、澳洲，吼，四国拢有即个独立运动组织吼，啊，知影讲，啊，即个蒋经国要出国安尼吼，要来美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真侪人开始计划。比较暗杀人的吼，啊，当然，阮伫美国吼，我那有这个计划啦吼，啊，因为要暗杀这个物件吼，是愈秘密，成功的机会愈大吼，啊，所以暗杀的这个代志袂使伫开会内底伫讨论啦吼，啊，所以就慢慢去计划这物件，啊，迄个。迄当时呢，我是迄个台独联盟的秘书长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即个命令吼，啊，是讲教即个我下骹人吼，啊，准备一挂迄，个啊手枪啦、枪支啦，即个物件吼，啊，摕来互我呢吼，准备就是讲要行动吼，啊，蒋经国是1970年吼。4月24日即天吼，伫纽约市的一个旅馆吼，叫做 Hotel Plaza 吼，伫遐有一个午餐会就对啦吼，伊招待一寡迄个啊商界的生意人吼，啊伫遐要讲一寡台湾的代志吼。啊，迄当时我那里面讲，这是真好的一个时机吼，啊，落去执行暗杀的行动吼。啊，伫4月23日迄天，最后的一个准备阶段吼，啊，就决定讲，4月24日，蒋经国来到纽约市的时阵，什么人要开枪呢？吼，你总唔免讲。大家拢开枪，吼、哦！你较唔好安尼吼，你若讲一个枪支弹来，都解决啦咧吼，唔免遐一人开枪咧吼。啊，结果参加这个会吼，啊，我以外呢，啊，佫有这个黄文雄先生啦吼。黄文雄先生是我的这个啊太太的兄哥吼，伊、啊、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吼，来、啊、读博士安尼吼。啊啊，佮另外一个姓罗的罗先生吼，啊，就决定讲，到底啥物开安尼吼？啊，即马我想是来休困一下吼，煞来较来讲这个开枪的代志安尼吼，好来，起立，英烈，好，请坐。